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南韩网红潘南奎身材火辣，五官神似 Angelababy。 她时常透过社群分享健身影片，受封健身女神，近来无语警关闭账号，事后爆出横刀夺爱，搞上闺蜜的中国富二代男友，甚至还嚣张呛声，你老公现在是我男友。国内外白富美揭秘指出，潘南奎近来恋爱人对象为中国知名富二代兰博林，但对方已有女友，且还是潘南奎闺蜜。她当了小三后态度十分嚣张，直接传讯息示威，你老公现在是我的男友了，希望你别生气哦，强调自己认识不少富二代，但唯独兰博林是真爱，让闺蜜气得公开对话记录，三角关系引起众人热议。男方得知后立即澄清，他声称和前女友交往没多久便分手，结果几个月后他说怀孕了，你懂了吗？他的黑历史我真的不想说什么，有本事不要再联系我们，真的让人恶心。网友看得傻眼，纷纷留言表示，反正这些小模就是一个富二代换过一个富二代，搞到最后大家都是表兄弟，现在网红为了嫁富二代真的无所不用其极啊。韩国的富二代市场竞争比较激烈，潘南奎这是出走谋发展。潘南奎有健身女神美誉，翻摄自微博，潘南奎在网络拥有高人气，翻摄自微博，潘南奎左被曝当小三，对象为中国富二代兰博林，翻摄自微博。